34。封建小秩序。小序，序呢？小注的意思，序是什么？请留。大序是大的请留，是不是？嗯。就是小序是小的，小留、小注，或者叫小注的意思，是不是？小序有大序，咱说大的送出，这是小序嫁秦，叫小序，是不是？鹅、鸭、鸡、狗，是不是？小序员，小的序员，丢食物与小序吧，可能丢鸭、鹅、狗之类的嫁秦，哎，嫁秦。有时候啊，人家叫六婿啊，也叫带毛彩。江湖上叫六婿啊，叫什么？带毛的彩。六柱的。听说过没有？没有。带毛彩，说你家今年容易破个带毛的彩。哪不带毛？鸡鸭鹅狗不带毛，是不是？啊，面大，是不是？我们当地就有一个，来个江湖先生，说对于那个村民说，哎呀，你今年要破一个带毛彩，带毛彩怎么破？后来怎么事啊？他真破一个，他一想也是，他家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骡子。骡子啊，在山上拴了，拴了以后啊，下面有一家就是个马，给山下人家马下个小崽，小马崽，小马驹嘛。嗯。这个骡子一看像小马驹，就拽那个拽断了什么缰绳，跑下来把人家小马驹咬死了。哎，他赔你人钱吧，这就破个带毛彩吧。怪不怪？所以你遇到六序吧，不管大序小序，你就是大序破个大的带毛彩，小序破个小的带毛彩。如果破财的时候，有可能在这条件是在农村，你得跑城市里说。那你不好，那你好点。我说那你不好的是出现兄弟劫财的时候，这就是带毛的财，明白吧？你喝着说带血的财也行。因为这些都有生命的东西，带血的，破个血财，带血的财，血财，血，因为他们都有血液，是不是？活物的财，那么测人走时。遇小序卦说明什么？这人在外面小住几天。在外面短暂停留一段时间。短暂停留一段时间。小序还可以称作小的什么吉序。小的积蓄，所以如果做生意，挂的内衣好。那么会出现什么？哎，小赚一把，是不是？哎，小赚一点。
没赚大钱，可以小赚一笔。你测终身，又是小西瓜什么的吗？哎，将来会有点钱，但是不是大发，而是什么？有点小积蓄，是不是？啊，有点小积蓄。这巽卦也是什么？钱财进进，这乾卦也是可以通钱的人，对不对？那说明这不是钱财积累的意思，对不对？钱财积累，哎，巽卦主经济上主钱嘛，巽卦像钱像，这是也是钱，是不是？哎，所以御风的小巽卦也可以属于什么做生意赚钱的之象，要不然就克财。要么就得财，小巽卦不破财就得财。如果测官是老玉女小巽卦，说明什么？犯点错误，要被拘留几天，小住一点儿时间，哎，这变成这是个小畜生，净做违法事儿，是不是？这个小畜生做违法事儿，你在那待几天吧，哎，这个留住被谁留住了？被公安留住了，哎，被羁押了，所以这犯事儿啊，往哪说？小住几天，或者被羁押几天，所以有时候啊，测官是说，因为这一卦说明什么？容易被拘留，拘留个十天八天，或者三天五天，不是大旭，大旭就坏了，时间长了，所以根据卦名就知道这个确实有作用。那么，这个小巽卦也可能就犯错误，这是个小错误，不是大错误。那么，比如说你跟妻子俩闹矛盾了，妻子跑回去了，要这卦什么呀？妻子会在外面小住几天，搁外面住个三天五夜就会回来了。你车出行呢，自己也出去，可能在外面少住几天，小住几天，所以你就根据这个含义啊，结合它具体是合理的什么，去寓意延伸，进行合理的寓意延伸啊，条件的合理，根据具体是合理的什么寓意延伸。必须合理啊！断四柱也好，断六爻也好，得有一个合理的想象思维，合理的什么这种联系思维啊，不是我告你什么就是什么，而且你根据这个寓意可以去验证。物线的延伸，因为卦象卦名它只是一个什么，它浓缩一下这个寓意，用这个字儿可以代表物线的含义，哎，它不是唯一的含义。凤火嫁人，三十五，凤火家人，烽火家人，
家人什么音？一般音，音线含义就是家里的人，内部的人。测家庭的事就是家里的人。内部之人，这个家里人，这个家有多大呢？可以是国家，可以是单位，以厂为家，是吧？可以是社会最小单位家庭，对不对？看你错多大事儿。要错国家的事儿，这个家就是国内自己一个国家，是不是？嗯，你测一个单位，这厂子就是家，单位就是家。你说这跟你说家人卦就是你本国家或本单位本厂子以及什么家庭内部的事情，你看这测试多大。一个普通百姓来测，那就是家里的问题，家里的纠纷和矛盾，家里出现风风火火的事儿。单卦人来测，那就可能是单位内部的事儿，对不对？国家领导人来测了，那是国家的事儿，是不是？所以你得看这个人的身份有多大，他代表的家族有多大，明白吧？所以说这卦是无限大的，身是无限大的，卦也无限大，这卦也是无限小的。你身有多小，卦有多小。身有多大，卦就有多大。哎，所以这个卦可以代表一个世界。你要测整个宇宙，这地球就是人类的家，它就可能代表地球。这分国家也代表地球，对不对？哎，你要测国家，测世界，这就代表咱中国就是中国，卦不行。你要测一个镇，丢了，找不着了。那么这内卦还代表一个镇，是不是？所以四有多大，卦有多大；十有多小，卦有多小。我在这个预占卦哈，我一般就联想，就会联想。那么普通个人来求测，往往都是一个出现家庭矛盾、家庭问题，为家里的事来求测。所以你们一定要有这么个思维，是内部的一个问题。你告诉你们内部出现问题了，看哪要动。这个火啊，火在内是家，火就是由于什么出现矛盾了，是不是？这个发火了，有脾气了，是不是？而且这是木还生火，这是一种家庭矛盾。这些家庭矛盾，你看这些像呢，这也是火，你这边看也是火，木卦中也有火，你看看，看看，对不对？你有火，我也有火，看看，这是个火，这也是火吧？看这个，哎，这简直矛盾，糊糊的。所以内部问题的事儿啊，36。放雷印，放雷印，当什么讲？益处是不是？
有益处，益处，益处，相互扶持，相互得益，哎，相互得益。现在说的话叫双赢，是不是？嗯。双赢啊，讲究双赢，这个是比合，是不是？上次巽为风，下面震为雷，都属命，是不是？相互帮助，相互得益，还可以是吧？雷借风声。是不是？嗯，要相互得益，相互得益，是不是？风生雷起，一般有大风天，往往都有雷，雷雨交加。那么测生意往往是什么？做生意是它需要互相得利的，双赢的这种方式。这也是立婚姻的，这是长男配长女，是不是？正配长女，看。